还有，耶、yeah, ，大家早安，今天是木曜家民宿第四集，温妮还有活力哦，耶、yeah, ，应该是我一开始跟他讲。一开始跟他讲什么？在车上不要睡觉，對在车上讲完这两句话就可以睡。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要这么夸张，因为我是在享受这个地方的宁静。好了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今天来到台中三城，初心民宿。我们今天要来找回我们的初心。初心，因为我们最近呢，做我们这个新媒体都会为了点阅率跟各种评论。不用担心，好不好？因为你看嘛，他有些人就是比较晚看一点，但最后还是会看回来。你把它摆在那边摆个四五年，他都会回到原来那个样子。对啊，早看跟晚看是这样子嘛？因为他最后看来看去，哎。哦，阿公已经走了45年了，再把它拿回。我觉得台哥讲得不错，我们就放宽心，今天来做自己。我们今天难得到山城里面来，这个地方叫新社，这里很有名的都是一些花海啊，花海。对，哇，你们两个介绍好正式。对啊，太正式了吗？网络节目讲到台中，你就要讲一些庆忌啊、金钱龟啊，他们想听的就是这些啊。这还需要介绍吗？为什么你不管穿什么衣服，奶头都会凸出来？哎呦，我认识一个人很不错，我叫帮你剪一剪。这个很网路，请你不要在那边播。跟金太郎的糖一样，剪了但还是奶头。不要再讲这些东西。那叫屁股比，屁股比，屁股比。因为你的屁股比很嫩，稍微摩擦到衣服，你的屁股比就会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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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带过，你不能这样子打。不要扯那么多了。我们今天是要来带大家吃好玩好，认识新地方。希望有一天你们也能够携家带眷的来这边 relax。台湾有很多观光的景点。很值得大家去发掘。Yeah. 我们是先带头带大家来看一下， yes, 是不是这样子？好啦，那我们就进去我们今天的初心民宿吧。初心民宿 ，check it out， 风和日丽 ，right？ 七个币。初心民宿，七个币。哎，这里，大哥这边，这里，难道我不知道吗？啊？好，这已经到了这个民宿里面了。嗯，这感觉还是相当的宁静，而且我刚进来就有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壁炉，有没有？台哥，你壁炉？对呀、啊，很熟悉啊。拿了过来，拿过来。那不是，我看一下。不要再乱讲。它与肩同宽呢。与肩同宽现在怎样？就是啊，没有怎样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今天四个人不是来度假，我们有一些任务的。
这是木曜家民宿，等一下我们要跟这边的主人见一下面，把这个民宿顶下来。然后呢，照惯例，我们还是要怎么传来稀稀落落的笑声？我们有钱顶吗？那我就请学姐来带我们认识一下环境，是，然后讲一讲这边的重点。欢迎主人，欢迎主人，你好，欢迎 ，Hello， 请问您贵姓？何小姐，哦，这边已经有写了嘛，所以是何家牧场。何家牧场，哦，这个牧场是行之有年了吗？以前是鸡舍，以前是鸡舍，养很多只鸡。那现在鸡移到别的地方去养？应该是说我们转型变成有鸡的鸡蛋，哦，所以就有点不一样，规模稍微小了一点。是是是是，就是以生产鸡蛋为主，对，但是也有农场的规模，旁边就有民宿这样。对，就一起，哦，对。那你们这个民宿如果来住的话，是早上是不是可以吃得到新鲜的鸡蛋？对，所以会请你们自己去捡蛋。自己去捡蛋。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住民宿里面的一个行程吗？ 是在里面可以捡鸡蛋。哦，这边就你捡过蛋的。有捡过。我很喜欢吃鸡蛋，鸡蛋怎么料理都好吃。嗯，要需不需要我等一下炒一个辣炒荷包蛋？因为我们在上一次民宿已经做过这件事。做过了吗？还是今天来一个辣炒红萝卜白萝卜？你觉得怎么样？不要不要不要，你有两个，不要红萝卜炒白萝卜。今天炒白萝卜炒白萝卜。哦呦，你看这不一样。哦，这个不一样哦。不一样哦。我告诉你哦，红萝卜炒白萝卜是这样直接下去吃。白萝卜炒红萝卜呢，你要先把白萝卜拧干，再把出水出来拧干。所以这个顺序不一样哦。然后呢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讲了讲了，居然是不想吃，不是收敛了。老人有时候讲话会流口水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踢走伤体，所以有些老人会这样。不是有一些就是你，请看台哥工作的时候的样子。好了，那学姐先带我们看一下房间。看房间 ，check it out，yes， 哇、wow. ，check it out。他居然连电梯都有，哇！我觉得这很屌。这是冷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那是鸡的。哈哈哈哈哈！鸡的，真的很棒。他这个有些民宿主人有顾及到，可能有些 handicap， 他有些需要，有没有？对，或者是小 baby， 然后这个很贴心。大哥，那你要走楼梯还是坐电梯？当然是坐电梯。哎呀，你走得比我们还快，怎么会这样？三个啊，电梯好，冲啊，快点快点快点！哎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地方啊，采光非常好。你说到哪里有一个地方是四面采光的？你除非是一个独栋的教堂，四面采光，四面采光就是路上啊，一般马路。那是要全面采光，你说建筑好不好 ？OK OK。这是我们户外的，户外的卫浴，户外的卫浴啊 ！Oh my god！ 这个怎么洗啊？这个好害羞，来这边洗澡，对啊，太透明了吧？对，好害羞哎，室友。这一间叫做黑凤鸡，这个名字有什么意义？黑凤鸡，我们每一间的名字是黑凤鸡，是我们家有养过的。黑凤鸡是一个鸡种，是它是很像乌骨鸡。对，所以我们这里不会潮湿。可以做的，做的是很努力。可以坐一起坐吗？干杯的时候，干杯来！好，你那么进来那么快干什么？我喜欢这个墙壁的颜色。你喜欢 Tiffany 绿？对 ，Tiffany 绿。Tiffany 绿。Tiffany 绿。我们每个房间也会准备那个我们自己手工做的蛋卷。哦，你们自己做的？对，所以这是手工做，对不对？对，用。你们这个简直就是丐帮的行为，我们都跟着你。嗯。
这里有一个为你们提供的露野高台，这里是可以进行。这个可以晒裸体。所以这里是淋完浴之后，然后出来这边要晒干。这边就是享受宁静，真的。台哥非常喜欢安静，我很喜欢安静，我最喜欢喧闹。可是你会，你们会这样？跳舞。一个人，反正你家里很安静，安静，安静这样子，安静的跳舞。史贝利来的，好可爱哦、喔！我觉得会撸到墙壁。这应该这个长度最适合温妮的。什么意思？那脚是不是碎了？你看很适合他，对不对？感觉溜好久。而且你的溜法很狂，因为我发觉我这样，如果这样，这样下来的话，啊，我你们就只有一栋。对啊，这是反正就是宅。啊，你现在住到鸡舍去了吗？没错。你就不要走，哎，听我说，那个哦，因为现在房间是全新的嘛，所以我们没有房屋的问题，明天要整理房屋这样。我们今天再等一下客人到了以后，我们带客人先 check in 一下，然后呢，主人带着客人去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一起去玩，这样。所以我们要兵分两路，有一路呢要准备晚餐，有一路呢要负责向导。因为我们四级民宿三级，台哥都是担任厨师的角色，我想说这一集呢给你一个荣誉奖，转变一下心情，去外面带他们去玩一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是没有意见啊，但是问题是就是说这个做吃的这个东西哦，我还是不放心假手他人。还不想做菜，因为你到时候又要讲说什么，我然后是这样太轻松什么什么什么，就是说我出去玩什么什么，网友这边靠边的话，来跟这玩什么什么，不会的，搞这些东西，不会的，那我就出去了，不要多晒太阳，我以后晒的日子可长了，不会，以后那个地方晒不到太阳，放在一个罐子里面，拍，那就台哥跟谁？我看，我用台雅，因为他没有来过这边呢，听我说，我这个人没有私心。但你有欲望吗？不是这样，因为玛利亚她是去过南投，但她上一次来呢是跟她的朋友 AKB47 他们，她走了之后 AKB47 的，他们一起来这边，但不是到这里，所以以台中的三城来讲，她并不了解。明天还有一些很不错的户外的行程，所以我觉得你们四位里面扣除掉台哥，能做菜的应该是玛利亚跟温妮。我不太相信温妮，因为我相信玛利亚有可能，因为很多日本的朋友，他从小妈妈都会教他做一点菜，所以你这个最少都会教。你希望温妮跟你一起去外面？没有。他什么都没有。帮你第一根车掉，你再回去。等待，今天要让哥们耳目一新。对，我跟玛利亚想，如果在这边做菜的话，就有那种没有多，很像新婚夫妇的感觉。玛利亚都老公，我吃吗？不要乱讲，老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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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会说老公公，他不讲比较慢。好了，那就你跟达哥两个人带着来宾去享受这个台中的山城，然后。家里面今天煮饭，我们就交给温部队网球队开始。好，算是我信任他们一次，传统的客人。台哥，你也要看我的眼神。听到声音了？哦，咕噜咕来了。嗨。这个是要送给台哥的酒。不应至于，现在大家都懂这一串了。真的假的？为什么变得这么好买？你真的是去买的吗？对。啊，谢谢粉丝。不会不会，粉丝很感动，真的。哇，你又飞出来！我紧张，你那刚有点太靠近了，我有点紧张。我第一次看到一个。他这样现在整个弯掉，啪打到后面，刚刚是有点扣杀的感觉。因为他刚刚是本本有礼貌，他要抱本本就上去，有点危险。这个这在你这样讲，你有点喜欢本本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因为他特别喜欢射手座的。你不是也射手座吗？啊，收下啊！玛利亚已经是很难得的罕见。是小你30岁，不会本本再往下下修了。答对了，本本小我12岁，他跟我一样属老鼠，不是属老鼠，他小你32有可能。OK， 刚好，刚好，算命的说这样。
很适合。特别说你会死在一个小你30岁的手里。欢迎本本来，好不好？来，那不然这样吧，我们先安排大哥，你带本本去看看他房间。你穿个拖鞋好了。好。不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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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你刚刚不是在跳恰恰？哎 ，check it out。好，那个坤娜就带他上去看看了，房间。这边。这间就是蛮温暖的。嗯，我喜欢这间。你喜欢有阳光的感觉，我喜欢有阳光。好，那我们先把这个行李暂时放在这边，但是我还是要带你去看一下另外一间，你会。有所选择。这间也很好。怎么了？没有，我说也很好。那你有想要哪一间吗？我觉得我喜欢刚才那一间。还好。怎么了？我喜欢这间。那你就先在里面好好休息一下。好。有什么需要可以跟我们说。好。谢谢。好。再见。拜拜。哎，计划计划通，我是富贵给了我，好厉害，这样我不会，他不得跟他讲，好厉害，卡布啊，这位是这个，我不会，卡布的，これあのね、これ，我在讲那课说不出来，还有第二组来宾，第二组来宾呢是首次跟梦瑶师擦完。说是当红讲榨汁机对吗？因为他榨汁机啊，因为他其实以他的年纪是榨汁机。当红春机。如果你讲说我当红榨汁机就不对了，我都已经就快变成什么了，对不对？当红纸榨机，榨汁机，鸡包子，纸包鸡的意思吗？偶像这个时候需要出面吗？等一下就是由台哥带大家去看一下。房间，我们安排他住那个最大的那一间，阳光充沛的顶楼，就是三个人住的，三张床的，三张床，哦，榻榻米的那个啦，三楼的那个，在上面，啊，哦，来吧，谁，来谁，来谁，来，来，大家好，欢迎你啊，欢迎你。谢谢。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伯恩用这样的姿态登场，这样的姿态，他练得不错，直径的姿态，我觉得他平常练得很好，练得很好。没有。等一下，伯恩手上拿的这个，该不会是你和台哥你很喜欢喝的一款酒？真的吗？已经在江湖传开了，是不是？请问一下，在外面路口是不是有卖？你这样打这么多广告干嘛？这是我平常不喝酒的。我要替台哥澄清一下。对啊。比如说我们去外面吃饭10次，对不对？台哥了不起喝个1次，然后所有的酒他什么酒都不喝，他只喝沐英之语，所以这是唯一贿赂他的手段。谢谢伯恩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日本人，日本人，谢谢。啊，マリアさん、初めてです。初めて、初めて。これはソウさん。ソウさん。は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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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味噌、味噌、没有口。不是讲的很洋金帮，就是日本。没有口。OK。难道是鸡的？关注我们这个，对不对？你想讲什么就讲。想讲什么？真的都会禁教育的。对，绝对不会，不会。你觉得不能播的？我们会特别留出来当预告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像我们现在录，对不对？然后播的时候是总统大选已经选完，对。你觉得我们的新总统会是谁？选完了，现在选完了，现在选完了，现在选完了，选完了就都可以讲了，都可以讲啊。选完了，已经选完，没事了，没有事了，没有事了。对呀，这答案很明显，很明显啊。就那个，对呀。那就那个。台哥，你就带着伯恩去看一下他现在的房子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好，来来来。哇，大家都知道带这个酒。我真的怀疑在外面路口有在卖。我们家，但不是还是阿良自己卖的，然后走过来就说：“哎，跟你说，哎，超屌，超屌。”阿良会做生意。阿良好厉害。
阿亮，阿亮，这是你在卖的吗？木鱼之鱼？那个门口有卖。这个整层都是你的哦。真的假的？对啊对啊，工作人员睡哪？鸡舍是不是？对，我看这个洗澡间一次可以好几个人在里面。哇、wow, ，怎么样？哇哇哦，哇哦，这个是我的房间吗 ？What do you say? This looks marvelous. OK, fantastic. 你先休息一下，我们待会告诉你去哪里玩。好 ，All right。阿亮，你是不是已经打听到了？有几个可以让你们选？第一个是台中的小百月，人称台空的万里。台空的万里。台中的万里。请你直接跳到第二个。又是百月，又是长城的，你觉得我想去？不会。照片很美，所以是 IG 会破万赞的那种拍照型。对，很多人是看了那个照片之后就慕名而来。它其实也不高，它就只有800。这个算什么？3952都在爬。第二个是那个木星的休闲农场。木星也来了吗？因为木星来了。他那边是看枫叶跟白雪木。白雪木。白雪木，它是一个植物，它看起来像那个被雪。这个好像也不错。我告诉你，既然都来了，对，每一个都去。我们直接先去那个木星休闲农场，我们去赏枫。出发 ，check it out。Check it out。What if I open my soul? Here I stand by myself on my own. What if I open my soul? 这个厨房すごい哇，好温馨的感觉哦。可以透露一下你们要做什么？我今天打算要做一个虾料理。你不是麻油鸡吗？麻油鸡跟虾料理，因为那时候说要准备两道。有人类吃过哈？有很多人类。都说好吃吗？嗯。我们在那边讲麻油鸡，你在外面鸡舍现在有多挤？不止一点。我是有点日式的，一个是咖喱，还有一个汉堡子。可是我们肉虾，很好，没有很好，没有人要吃菜，没有人要吃菜，菜很难。别让我讲，肉菜。那你平常就会做料理给客人吃吗？对，早餐的话是我们自己煮。这样好了，我们就交给老板娘。我们现在想要去买一些素材，这附近是不是有？听说有个黄昏市场，是的。才买 ，check it out。你小时候住美国哪里？住那个麻州，就像喜剧的原则嘛，说学逗唱，帅坏卖乖嘛。嗯，然后有些话可以说，有些话不能说，有些话必须怎么说。但其实这个东西很，好像蛮微妙的。嗯，我以前很排斥玩即兴，因为一方面我觉得我反应很慢，我没办法做到，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那个都感觉像。就是这12个字，真的快吐了，杰瑞。我坐前面都快吐了。好了，这个地方叫木星泉，是吧？木星泉，对，这个应该是金针花吧？这金针花，因为这里也有金针花，也有金针花。他们特别就是，它每3个月一个花期就会有不一样的花开哦，所以你不管全年什么时候来。他都会都有花，按照惯例先拍一张纪念照。好，开始走上去了。本本厉害，本本他那个。射箭射的厉害，完全没有射到、啊。没有宋老师。快断气！做的是麻油鸡，
鸡，所以我要的材料是两只鸡腿。鸡腿，鸡腿肉，鸡的心。好，胡麻油，擦拉油，番茄酱，面包粉。吃超完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拜拜，拜拜。我们要加油，我们要加油哦，让更多人看见。那我们接着要去超市。好，那我们去超市 check it out。check it out。我们来到全联的外面，可是因为我们没有事先说好要来这家拍，我们为了不要造成店家的困扰，我们就自己进去搜刮一下，然后再出来跟大家报告有没有挤满我们想要的东西。成功了，成功了，上车。等一下，问你这是什么东西？大哥怕说他回去的时候没有一样能吃。我是对于玛利亚厂我比较有信心的态度，比较放心。问你，我是真的没信心。好了，继续往山上走了。关于你之前有想去拜师过吗？你说口秀还是喜剧这方面？当然会想。下一季开始之前，我就想说应该要进修。是我吗？最后都没有了。是我。海哥，如果伯恩拜你为师，这个不敢当哎。真的不敢当，我觉得你自省的态度让我非常讶异，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啊，有自省能力的人很少，大部分都是得到掌声以后就忘记了自己原来的本性。原因大概是因为没有得到掌声。No， 你有掌声，你的掌声很多，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你。真的不敢当了，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教学相长，就比方说我在做这个网络的时候，我都学到很多。跟他们这些年轻人学习，他们两个应该会当惺惺相惜一整路。我也觉得，所以你们两个要互相扶持，互相扶持。因为他现在在扔地址当中，凯哥是边讲边喘。但是那有什么关系？因为已经过去了。啊，因为一定里面有最少吧，有一个人会觉得你很屌。他们聊得好深，就是好有深度哦，非常我们没办法介入的一个境界。我们只能聊蟑螂跟拉雅。你说的没错。大自然的宁静之旅，而且这个地方呢，它有一点点人工造景。可是呢，他又不失野外的情趣。本本是哪里人？三峡人。哦，三峡。三峡，但是你从三峡到台北，可能要70分钟哎。没有那么久吧？没有那么久吗？没有那么久，大概40分钟，搭个公车30分钟就到新埔捷运站了。再坐两三站的捷运就会到西门町，那就是台北了。就到西门町了。所以就是一小时内会到台北。然后你的目的地是在101怎么办？那就要再花更多时间坐过去啊。所以其实你也习惯。没有，我现在在台北啊。啊，你住那边的，因为真的太远了啦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想这些，今天学到很多人生的功课，这一趟路程对很有启发性，对，原本以为是简单的爬山，但是后来对不是整个人生的一个醒思。好了，这两个家伙现在已经准备要开始备料煮菜了，但是呢，玛利亚的那个绞肉忘记买，所以我们现在派小郭去帮他买了，他先做咖喱，好吗？谢谢小郭，那你们两个人就 Let's cooking， 好 ，Let's cooking。这是第一次看我这么认真下厨，可能会做出一个样子来，但是好不好吃，这我就不晓得。不同家的咖喱块我混在一起，妈妈就这样子，不知道为什么很好吃。
我想要我做饭的时候帮我洗菜，帮我削皮的老公。所以你什么？你喜比较喜欢大块还是？我喜欢看不到。看我们来，给我。差不多的时候要换这个。那你敢差不多？换还没。怎样是差不多？还没，还没。玛利亚烫伤的。对，很痛的是。是中指、欸、不行不行不行很痛，谢谢谢谢你要谢谢哦，好豪迈哦！可以，可以，松破专业。可以，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学猫叫，喵喵一起喵喵喵喵喵。哎，哈哈哈哈哈！你的压力很大的是呢。好，我们的动物环城，感谢。可以，可以拍耶。觉得可以啊，我觉得我们可以，但台哥不一定。那你想，我们就放弃台哥吧。对，完成啦！完成了。再来就是吃芋圆哦。你没有听错，就是吃芋圆。做这个节目好快乐哦。对啊，我们快搞成这样。各位先进，我去处理一下。这种事情很常发生吗？很常发生啊！上次我们去拍的时候，还是找达哥去那个校园里面绕了一整晚。走了走了。
时间到，他跑了。他跑了。他跑了。回家吧。A few moments later. Hi. 你们需要梳洗一下吗？不用啊。那我们直接进去了。进去啊。OK。来，厨神，我跟你讲，你先不要吃，你先等一等。我们来者是客，我们让伯恩跟鬼本身吃吃看。先尝一下啊。好吃的咖喱。好吃的咖喱。好吃啊！打给妈。打个别的。打给你吃。这个有哪里不好吃吗？这咖喱你只要把那个加水煮熟了就好了，跟泡面有什么两样？哎，你这是什么话？哪个吃这么久，一句话讲不出来？他咖喱神，你不知道吗？他等一下。他刚哼一声，这哼什么？我觉得这个咖喱还可以。哦，那你觉得这是谁做的？问你吗？啊，这样，大哥你吃吧。来来来。我看你们装模作样这么好吃。这手术败就是这样。还是好吃啦。啊，你不要说了，这一趟是玛利亚要做给未来老公吃的，你不行。没有没有。其实我跟你讲，它这个有一种神奈川的味道。哦，你也喜欢神奈川，很像小鹿。其实是 OK。OK。Right。好了，你不想再跑牌吗？是吧？哎，也不用猜了，这是玛利亚做的，要不然老公吃。啊，真的了，我信啊。这个绝对是玛利亚常做，这个一定是跟你做的。真的吗？还有一个汤要不要上来大家喝一下？是不是？就是这个吗？旁边。这是什么汤啊？裸体麻油鸡，麻油鸡，嗯，好吃吗？如果以家人的那个立场来讲，他们做这样的一餐饭给我们吃，其实是要感动。如果是你露营了一整天，很辛苦回家，找你女儿煮了这些饭给你吃，这样可以吗？少光了，少光了吗？少光，少光。对，为什么你不做这样，我们大家一起吃饭？让两个人一起。希望你们觉得一切都很好。当然很好啊，他们这样做菜给我们吃，当然是很好啊。好，那你们就一块吃肉吧。好，公布正确答案。那个虾子是温妮做的，麻油鸡是温妮做的，然后汉堡排跟咖喱是玛利亚做的。对，然后玛利亚还从神奈川带来三种神秘的咖喱块混合，再加入两种不明酱，是有秘方的。是被你们讲成这样？没有，他们光顾讲。喂。其实有点累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们现在是想要回去歇息的？歇息啊！这么早跟你讲？差不多了，明天早上早点去爬800公尺那个。还是我们再聊一下好了。对啊。可以啊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撤了。嗯，休息啊，谢谢。哎，我觉得今天来这边太没练。你真的会？我刚等了你15分钟，你都没讲话，然后我要开下去换你。没有话讲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每次民宿都会有一个桥段，就是问来宾说，这么长时间跟木鸟这个 team， 感觉他们这样子相处，你的感想是什么？觉得就很开心。为什么大家拍片可以这么开心？跟我们 B 频道里面的影片截然不同。是这样。对对对。这个就是想要主持人也好，就是让来宾就是把自己当成民宿，然后来这里放松，应该不会觉得。跟我们在一起相处很奇怪啊，不会啊。我们最怕来宾就是其实跟我们相处，他会觉得不自在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只要你们跟我相处不会不自在，我都还好。那就好。对对，感谢关心。你知道吗？现在。你刚刚那张是什么？我看。全部人给我躺在这里。他们在拍。
好像有 UFO， 但是我手机拍不出来。大家在这种宁静的地方，问题是睡着。哇，这就是木曜四草丸。穿衣服啦，台哥没有穿衣服啦。哎，温妮，你帮我们写一个新的主题曲啊。我跟玛利亚可以一起写啊，还有日文。你自己写，你不要把责任分出去。我跟你讲，全世界最屌的歌名就是爱爱爱。你帮我们写一个穷还买。是，穷还做，没钱还拍。没钱还做，没钱还拍，不错，人家。什么歌？过来，爱爱过来，他造词造句。爱爱太强。哎，那个玛利亚，那个是不给投的，啊，是流行的是。你叫什么？我叫温妮。好了，既然你昨天说了他们做的这个做晚餐，我今天还是做早餐好了。因为我这个人就想寄养，寄养就想表现。我当然了，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很好的二厨来帮忙。我就是那个最好的二厨。突然会讲，他先自我推荐。可以讲啊，早上应该有些活动，那捡最刚刚生下来的鸡蛋。所以温妮就跟你去煮，我跟玛利亚去捡蛋。对啊，不错，我就是那个最好的二厨。玛利亚从来没有捡过蛋，对对对，被他去捡蛋。哇，捡过蛋的耶，真的吗？捡过蛋，不是蛋，蛋。当讲那里是鸡蛋，鸡蛋，鸡蛋，嗨，就叫鸡蛋，那就怎么样？众望所归啊，这样子你们讲啊。好了，我们就让玛利亚当台哥的二厨，我不要管他们的事了。他是不是开始害怕会跟台哥？是不是你要跟赵咪一组，我就死定了。等一下，现在是怎样？现在是他叫海海爱，然后你叫台赵咪，一个新的艺名。2020有一个全新开始，既然有这样一个新的组合，不如我们两个一起去做早餐。好，就这样决定了，出耶！谢谢啦。哎，我突然哎，我想到一个事情，我刚看你们这样子穿戴有没有？对对。其实鸡只有我去搞过，就是不是搞过，只有我去做过鸡舍，做过鸡母。我怕玛利亚不熟，还是你去做早餐，我来。我觉得你做过鸡的这一个部分，你是不是想逃？哎，是不是想逃？你好了，你已经体验过这样的工作，我觉得也有道理，你这个好，这就算了，好了，对，好了，就这样。好，刚这一段挣扎是这样。可以，而且热的，温的，对，温的，该试试看。今天我们要做早餐，对不对？对对 对, 对。平常我们在这边住店的客人都有早餐吃吗？有，都是您亲自做的。亲自做的，真的、啊？对对对，而且用当地的菇。所以早餐我们吃什么呢？哎，我们今天吃一个烘蛋，就是培根加蘑菇。好了，那就开始了。好。
剪完呢。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。なんで？很多哎。很多呢。我的哟。哥现在专注中，不要吵。需要冰。啊，说吧。就可以放这个。我们继续去剪菜。哎，哦，还对，我们去剪菜哦。哇，好美的画面！这什么画面呢、啊？变韩综了，怎么变韩综了？怎么这样？見て、すごい綺麗。はい。你会发现，你只要讲嗨就可以了。今天天气很好。今日は天気がいいね。今日は天気がいいね。ね。はい。楽しい。应该白菜就好了就可以了。嗯，不用全部哦，这边就不是了，对。对，再过去就生菜。好，那个是白菜。是。我突然觉得那个菜好可爱，就是丰收的。另外拍一张，青菜的家啦。一种农产品的那个代言。好玩吗？好玩的。好玩的，自然大自然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是没有跟台哥一起，跟我一样好玩吗？很好玩，很好玩。可以啊，你们要加入了啦。哦，加入了是。不会。我是起叫起床。我们有时候参考一下。不好意思，不会。那我们可以先去餐厅那边。好，我搜一下。好。是三门吗？早安。睡得好吗？睡得很好。刚刚这个阳光很好。对，这个直接照进来。肚子饿了。饿了。那我们一起去吃餐厅吃饭。好。Yes， 你可以直接这样子吗？直接可以，但是我要苏醒。你好，我刷个牙。OK。好。那我们先去餐厅等。对，等你。谢谢。嗯，快点，已经快要来这边了。要快点做的。还要做这个吗？快点做的是。可爱的我的男的。好，我来摆拍。嗨。因为呢，伯恩是在法国留过学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很法式的法式早餐给伯恩吃。他原本在三峡那边留过学，我们是做法国三峡那边的很有名的餐。很 OK， 你看阳光这样洒进来，然后你们坐了一桌，台哥你就好像耶稣的角色，我背叛了你。这个法式吐司可以试一下，哦，法文很好吃的 ，delicious。
delicious，delicious，有点 delicious 的感觉 ，delicious， 这就是那个字啊，真的假的？很多字都可以这样猜。有人要学难吃吗？难吃怎么读 ？Degulus，Degulus，Degulus。不过你干嘛教我们难吃怎么了？没有，我想说，为什么那么好吃的早餐？你好满意？工作的，嗯，工作人员没有办法吃到我做的早餐，有点难。还是我等一下，没关系，马上止血。再来一碗。晚间很 OK。厉害。早餐可以吃，我等一下就不吃了。刚刚台哥其实不是这么说的。对，他昨天说他今天是绝食宣言。好好吃。他们的蛋做的好棒。刚刚我们是捡的。我原本也想要去捡蛋。真的假的？你早说，我马上把你叫起来。昨天晚上很可爱，他们睡觉会到架子上睡。大家都在上面吗？对对，这么多人，你晚上去观察，对吧？观察是哦，有些没抢到位置就在地上睡。你是各种动物都喜欢，还是特别是家禽类？我小时候很喜欢鸟，反正就是小学生都喜欢各种鸟，我很喜欢小鸟，然后就再也不敢喜欢鸟。你现在是在讲段子还是你真正？没有，真的，这是悲惨的童年。不能喜欢小鸟吗？奇怪。哇，你今天吃这么饱怎么办？等一下中餐吃幾場。我没问你啊，我就吃少一点。你大概吃了有没有四碗？有五碗。你昨天不是说你要绝食吗？但不是。我跟你讲，它这个是小米粥，没有关系。小米粥 OK 的。那蛋 OK 吗？蛋其实不要吃。那你今天等于没吃吗？那还好。好了，这个吃饱喝足了，应该怎么样？今天很特别，要全部人一起带两位教课出去玩。猜猜看，我们等下玩什么？爬那个800公尺的高山。哦，这个差不多，有点接近，接近。今天阿良特别安排了一个台湾人毕生一定要来一次的一个行程，想要飞高高，不用到夏威夷、台中就可以。滑翔翼，滑翔翼的小孩子玩的，滑翔翼小孩玩，我们上次就玩过了。你没玩呢。总而言之，就是猜赢的不用飞，然后达哥赢了，他很开心，他们很难过。出发，来出发，就这样，开掉，加油。哎，这个单翼在二战的时候也是可以的，不能。但是我会做到翻过来。问题是你会做吃素嘛？对不对？不会吗？今天先做简单的 briefing， 我们两架，红军呢就在前头，那蓝军在后头。OK。说红军跟蓝军好尴尬哦，我们说白军跟黄军好，这样比较 OK 了。对。OK， 你们这干嘛？这样为什么需要去？那看哪一个胆子大的需要做，那就真的很讲，动作会做。哦，我跟你讲，胆子大的，他最大，他最大。我现在分出胆大组跟胆小组，胆小组的往前站一步。所以你们四个是胆小组，对，他们两个是胆大的还是？他们胆大的。你们根本，你刚刚没有听到那个卢教官在讲，没有听到，没有听到，讲太多了，做一个通盘拉进来。那我现在来分一下两人，我觉得伯恩跟台哥，温跟本，达哥跟玛丽亚，你觉得？我觉得这个安排可以啊。达哥，你声音怎么在哭？这两边会有差，这边是比较难的，就是比较恐怖的，这边是比较普通。不能讲恐怖了，就是比较有战绩的。哦，基本上我还蛮喜欢红色的。你试试这一台。玛丽亚就是。玛丽亚就这一台。做一个冲卡打进去。他说：“达哥，我信错你了。”我觉得第一组我们要选一组勇敢的，给大家一个示范，就先伯恩组了。跟伯恩一对是谁？台哥，台哥。OK， 好 ，OK。台哥加油！我们要签个相关的资料。签个相关的资料。待会如果有任何不适的时候啊，我们会戴上无线电耳机，对，右侧下方有呼吸带，只要你想吐的时候跟教官说。好。好，那相对的，我们以前的飞机啊，那像幺洞十啊、F5啊，就是达到啊7个级。现在呢啊，幻象啊 F16可以达到9到11个级。学长，你待会上去会给我们几个级？啊，我们不要说我想能不能给你几个，看你能承受多少级。慢慢的，循序渐进。所以学长为什么我讲？
那哪一个颜色比较好啊？绿色显亮，绿色显瘦。显亮要干嘛？显亮的话拍起来就比较亮。哦，这样子。但是会亮。好了，橘色了。橘色。嗯，你很瘦，可以的。我不怕了，我们跟台哥不一样。OK， 不怕吗？那你签呢？你签完先离开。好，撕下来。对，撕下来。好，没事。哦，教官，你的手，教官手注意。那就这样吧，然后大家准备上飞机了。刚有帅到的是伯恩跟达哥有，剩下的都台哥是有一种大哥的感觉，然后三个有点像在逛街。要怎么走？台哥在旁边讲话。从台哥那边歪掉。财神到，噔噔噔噔噔，财神到，噔噔噔噔噔。慢慢转弯，哎，对，在后面这样，啪啪啪，他就会大转，对对对对对，他自己在后面大转，他后面追我们打我们呢、啊，他会在做战术动作，会在这边秀给大家看、啊、所以这个是卖点是在这里。起飞了！Oh my god！ 好哎，很帅耶！然后捅那个桥这样，他们下降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哎呦，然后一直我们就一直跑，是哦。哇！你觉得怎么样？伯恩是爽，伯恩是不行，伯恩 OK， 我们就稳稳的。我要快到阿北哥。
你安全落地了。Thank you, sir. Thank you. My pleasure. 好，海哥，给你了。Thank you, sir. 辛苦各位啦。好，另外一个。我跟你讲，因为他是在做那个飞行的动作，所以说是以整个游览来讲，他是会很舒服。可他这个因为有点在做那个战机的动作，他是下去补充贴壁，啪一拉起。我的话，行走啊，他们哪里累死？啊，还没打。还没打呀，对，我有哪里不舒服吧？我听。不用。我来了。我来了。滚！滚！滚开！滚！真的假的？好好玩啊！你不怕吗？我觉得好玩啊，就是好强。我觉得你跟 K 的一样，是属于比较脑子有问题的。OK 啦，下一组人，阿哥跟本本准备上飞机。好，大家让开了哈，我们准备要启动啊。快半个钟，就是快吐了。他刚刚说他吐了，他很紧张。我就跟你讲，我没连咖啡杯我都不能做。我也不行啊。那你坐这边干什么？没有，你在那边嚣张什么？不是，你现在去玩那个啊？是我。笨蛋，真的是。小爱猪。对，黄色。他是要降落了，是不是？哇，太低了吧！我跟你讲，本来红色那一台是没事的。OK， 我们教官特别赠送一组，红色那一组也有一个高速冲刺免费的，恭喜达哥啦！好，这是给达哥的一个惊喜。来了来了，你有怕吗？我到现在那个犯规管跟耳刮那个地方还在这。不过你们两个人上去都还蛮安静，但是渐渐的往下，就后来都变得很吵。很吵吗？你们吵吗？我没有，我本算蛮冷静。我很吵。还有自己开飞机的时候。你自己开飞机？哎哎哎哎哎！用惊叫，我知道你们的血糖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。哎呦，现在大家应该这个很饿了啦。每天两桌准备了一家全台中最强的餐厅，去吃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样。不是，我要看里面的人，没有吧？大哥，就我不用不用，不要，我要拍到我水中的道。那我们先走了，吃饭，吃饭。
嗯，哇，真好吃，高级高级。好吃啊！至少今天大年初一这么兴奋，我们就很高兴。他们牛肉湿地的时候，嗯嗯，对对对，嗯，下次妈妈来可以带他来，他来这点难度很高，我们去问天再去不得了，他找人家，是你们呀？刚刚那个对方是有点在跟老婆说，哎，下次你们带妈妈来这边，对对对，那种，下次带妈妈一起来这边吃吧。好啊，但他的解读是，他的妈妈跟亲爸爸带来。松茸，松茸，松茸。这个我们的早餐的高级版。嗯。哦，我们早餐那个锅分几菜吗？对，刚。又培根，又蛋。嗯。但它没有玉米笋。これは何ですか？農場脂肪。農場脂肪。です。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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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决定位，我觉得你打来应该会随时可以定位。我以为有混打了，混打我还没找到老师。老板，我抬照明了。好吃到台哥的人叫自己抬照明。这个这趟新社之旅，伯恩觉得怎么样？非常满足，非常满足，住的也还开心，非常开心，非常好，很本我很开心可以受到木曜四的邀请，真的非常的开心。我一直觉得我好像隔壁的客人，你知道吗？两位隔壁的客人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个收尾非常的棒，非常的棒，对，真的会仿佛好像我们是在京都或者是日本的某一处。某一处。其实这一次我参加算三次吧，三次吧，对，这个可能也因为来宾的不同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带给我们的感受跟那个氛围也不太一样。其实刚开始他们来的时候，前第一天嘛，就是陪他们去上山走啊什么的，我觉得其实这次还蛮静态的，对，然后可能伯恩跟台哥其实还蛮多话可以聊，可以聊的话题其实都还蛮投缘投去的。那本本其实可能本来他就比较沉默一点。我来哦，来哦。试一下，他其实话不是很多，所以就是就带给我们这一次民宿的整体的感觉是，我们是很悠悠静静的在
在走我们这一趟的旅程，然后刚好我们今天早上的这个飞行的那个部分，我觉得也把大家带到了一个高潮，有看到不同一面的他们，对不对？然后最后收在这个 ending， 我觉得很棒，非常棒。木有家民宿成功。每周四晚上八点开直播，接着九点再买咖啡，跟我一起抢先收看一日系列。接着十一点半频道更新。接着十一点半频道更新。记住，礼拜四就是收看木曜四。记住，礼拜四就是收看木曜四，一定要订阅我们，而且要追踪我们的 IG， 所有的资讯都在资讯栏。好吧，就在这里，就这样子。木曜四超完，下周见。像东西，我像一个废物。为什么从头到尾都是我在讲？啊啊！